哎，你看咱俩像不像一个组合？起个名吧。我家住动力区，你家在火车道边上，我们的组合就叫动力道边上，怎么样？快摘了吧，你太难看了。我算了一下，咱总共就80多，咋整？鸡脑袋，你这想办法挣呗。涛哥，哎呦我天，这俩真有默契。你这还有没有硬货呀？我们俩帮你卖卖。还真有条路。我来东北只为做生意，你有种，给你一个机会。这个舒服不？一起发财啊！你可别搁那癞蛤蟆爬砧板，你装大块肉了你。那你我亲哥你啥呀？你牛蛙呀？走，挣钱去。唰，头功翻。这个虽然我有点听不太明白啊，但是还是显得蛮热闹的哦。